其實我係喺過去嗰幾個月裏面咧，都做咗我哋計劃裏面咧，大概有400個嘅演習啦。咁呢400個演習咧，都全部順利完成。咁啊亦都車站嘅設施裏面包括咗我哋啲電扶手梯啊、入閘機啊，我哋都反覆咁樣做咗上萬次嘅不斷咁嘅測試。咁啊，希望可以穩定啦。咁啊，令到我哋開通嘅時候咧，個磨合可以出現問題嘅機會咧，係盡量減到最低。開通之前咧，我哋會舉辦一個車站嘅開放日。咁啊，等希望啊市民都可以喺個開放日裏面咧，可以參觀下車站啊，亦都趁呢個時間裏面咧，可以熟悉一下個車站裏面一啲嘅環境啊，同埋設施。咁我哋定咗咧。個開放日咧就係9月1日同埋9月2日，即係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，一連兩日舉行嘅。咁啊，到時市民咧就可以咧透過我哋一啲攤位遊戲啦，或者我哋啲展板啊，或者實地裏邊影一啲相啊，望望周圍嘅環境啊，咁啊進一步了解個高鐵。當然我哋喺車站裏邊咧，我哋都有啲同事喺度。如果大家有啲即係問題嘅，亦都可以同我啲同事交流一下。